大家好，我是简富彤，留法期间曾就读于凡尔赛音乐学院跟 KD 音乐学院，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到中国发展，曾任职于中国沈阳交响乐团担任长笛演奏员，也致力于长笛教学。疫情之后，我就跟家人回到台湾来定居，很开心能加入潘神室内乐与老师们一同演出。这次我所带来的曲目有贝多芬的早期二重奏作品，现代作曲家 Joseph Lover 的长笛四重奏，与日本作曲家 Yagisawa 的嬉戏曲。10月10号下午2点半，在国家音乐厅，邀请你与我们一起来聆听长笛的美妙乐音。See you!